2023年11月22日，向导集体连接点传导 Steve Rother， 译者扬声传导。我是节奏服务的 Elrah， 为你们带来健康的节奏，增强你们的能量。亲爱的一们，你们在地球的关键时刻来到这里，这是一系列非常不寻常的情况，现在都聚集在一起。 你们的星球上现在有斗争，你们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了，多年来时不时地这样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斗争是经过精心策划的，因为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几个世纪以来，不同的存有透过斗争获得了许多成果。你们可能认为这一切发生在很久以前，但实际上是最近发生的。 在早期的几个世纪里，它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，因为它发生得非常频繁。大多数人类已经进化到了这一点，但有些人还没有。是的，人类倾向于重复事情，他们有重复偏见，导致他们重新创造能量和环境。在地球上， 糟糕的事情经常被视为正常，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模板。量子纠缠。现实是你们确实会对发生的一切产生影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第一次，亲爱的一们，你们完全进入了第五维度，并且你们被连结在一起了。不幸的是，很少有人知道如何使用这种连接。 甚至很少有人认识到它的存在。这种连结将改变一切，因为实际上你们都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你们已经发现了可以在量子力学研究中验证的部分内容，称为量子纠缠。在这里，两个粒子无论相距多远，都会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，并在同一时刻移动。 如果旅行，它们的速度将超过光速，但粒子并没有运动，因为它们是相连的，且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亲爱的一们，当你们穿过面纱时，你们也是如此。你们下来就是来玩这个假扮人类的游戏的。你们签订所有契约，然后开始一切行动。觉醒。 当你们发现自己在地球上时，你们会尝试回忆：天哪，我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学习如何做人的游戏开始了。你们其实是个灵魂，但突然你们发现自己被困在这个人体里，这对灵魂来说可能是令人沮丧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童年对人类来说如此具有挑战性。 当你们的灵性开始适应时，你们会尝试合理化和平衡一切。一个人与家的自然连结开始消失，它是你们自己编写的游戏的面纱和属性的一部分。我们知道你们不认为自己是创造者，但你们仍然是。有趣的是，当你们断开自己的联系或假装看不到这种联系时，你们实际上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。人们只能从人类个体的角度来看，而不是利用与万物的连结所提供的智慧。通常，正是在这里，人们将某些事物视为威胁或被夺走。如果没有与一切事物的持续联系， 一个人就会形成一种自我，并将自己视为孤立的。人类必须与有时会成为障碍的自我进行斗争。如果你们是全球领导者，情况尤其如此。人们很容易认为自己不需要担心，因为斗争正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发生，或者也许感觉不同，因为你们不相信与他们相同的事情。 这只是面纱的一部分，它非常成功地隐藏了所有人之间的连结。请记住，你们所有人都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。当你们有一个想法时，它就会烙印在地球上每个人共享的普遍潜意识中。当你们中的一个人有了一个想法的那一刻，你们其他人有机会经历同样的想法，只是时间问题。 你们不断地将想法从潜意识中拉出来，并将它们带入你们的意识中。是的，这就是他们在这个星球上立足的原因。你们能想象，如果你们能够在那里播下和平的种子，会发生什么事吗？你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是抱着这一点进来的，有点像用积极的想法堆砌甲板。锚定和平。在人类的旅程中，灵魂会学习一些东西，并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带回家，然后他们将其锚定到他们的核心个性。当你们每次带上面纱时，你们甚至不记得上次带了什么。因此，作为人类形态的灵魂，取得任何进步都是一个艰苦的过程。但你们正在这么做，亲爱的一们，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？你们可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开始寻找所有人类的相似之处，而不是他们的不同之处。这将使你们看到连接全人类的能量线，并同时播下和平的种子。这是否意味着它会立即产生反应？不，完全融入还需要一些时间，但一旦它开始朝新方向移动，它就会加速。连接点。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由于人类的进化而开始发生的。你们开始看到联系线。当然，如果你们看看夜空，你们会发现这是一条时间线。你们在夜空中看到的光是来自138亿光年之前的光，所以它有点像时光机，不是吗？人类的视野非常有限，但现在它正在扩大。如你们所知，人类相信宇宙的年龄为138亿光年，但最近人类已经找到了一个距离超过320亿光年的星系，能够回顾那么远的过去。看看你们如何处理这些事情，真是太美好了。人类正在改写他们对宇宙及其起源的理解。很明显，所有最初连接的粒子仍然共享这个连接，但你们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这些点是如何连接的。这是你们来到地球的课程的一部分。最后计时器。一次又一次，人类回来不断地尝试提升自己。你们将自己提升到一定程度，然后说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不再需要那个了，我已经厌倦了地球，但在继续前进之前，我想清理一些东西，所以你们最后一次回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你们为最后的计时器。现在地球上有很多人，因为你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保持这种能量。当然，有些人甚至来到这里并震撼了规模。让我们回到夜空1分钟。尽管大爆炸理论对于理解宇宙的起源非常有帮助，但它即将被你们的新望远镜推翻。人类所认为的大爆炸其实是从一维现实到另一维现实的简单运动。这种向度的转变已经发生过无数次，被称为上帝的吸气和呼气。如果你们追溯到160亿年的事件世界之外，当一切都经历维度转换时，就会出现一个统一的空间。你们很快就会发现，宇宙出现的那个洞仍然敞开着，并且在创造新的恒星。这是所有事物相互连结的地方。你们当时就在那里，并且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但你们也是其他一切的一部分。与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有身体和能量上的连结，这与你们回家时所看到的非常相似。宇宙中有一个美丽的光点，刚开始占据明亮的天空，它绝对是美丽的。所以，这就是我们要求你们做的。连接这些点，试着看看你们是否与它们中的每一个点都有连接。能源泡沫，记住这一点很有帮助。即使是那些故意在地球上制造战争的人，也是你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他们与你们息息相关。但如何才能提供他们最好的能量呢？有很多方法可以在人们周围创造能量泡沫。最重要的是要有更大的视野，因为你们正在玩一个新游戏，你们还没有编写所有规则，因为你们仍在弄清楚它们。当新游戏开始推进时，那些深深投入旧游戏的人就会采取行动，试图阻止事情发生变化。是的，无论如何，事情最终都会改变。你们来这里是为了确保这一切发生，而且你们做得比你们想象的更好。要知道，你们的爱超越了你们的理解。宇宙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地球和你们称为人类的美丽存有。享受旅程，亲爱的伊们，将最高的目标放在心中，并将其置于潜意识中，看到人类走到一起的愿景，并开始将这些点连接起来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培养，一起愉快地玩耍。我是时间守护者。亲爱的伊们，今天能和你们在一起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人类刚刚受到了冲击波，几乎就像有人从他们身下拉出了地毯一样。新常态才刚开始，尽管我们希望它不会持续太久，这完全取决于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掌握了所需的许多拼图。你们知道其中一些复杂问题的答案吗？尽管你们的脑中可能没有掌握这些答案，但你们的内心确实掌握着他们的能量。如果你们能将自己的心与他们的心相连，无论他们是谁，你们都可以做出巨大的改变。有些人不希望人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这样他们甚至可以利用你们的力量，有时甚至用它来对付你们。它实际上比你们想象的更广泛。灵性的自然状态是和谐和行善，因为你们正在将许多这些点重新连接并整合到你们自己和彼此之间，所以一切都开始改变。你们不仅有机会播下种子，还有机会为新生活播下种子，自己收获。尽管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完成了自己要做的事情，但你们似乎已经做了很多事情。亿万生世以来，你们一直在努力尝试解决所有这些未解决的问题。现在你们中的一些人有点不知所措，所以，亲爱的伊们，呼吸吧！只要有机会与你们联系，我们就会让你们充满光明和爱。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你们也是为了我们而这样做，因为你们是我们的一部分，正如你们彼此连结一样。你们也与我们连结在一起，我们很喜欢这一点，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它腾出空间。我们尽力培养你们打开这些大门，但随着你们的发展，将会有人试图利用大规模的变化。现在也有机会解决你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处理的问题，但请记住，这一切都是一个平衡系统。如果有人把你们推到这里，你们就必须把他们推回去。尽管我们希望事情不是这样，但实际上是集体决定的。所以，把你们的能量放在集体意识中，把你们想看到的东西放进潜意识里。当你们没有看到你们所发布的所有创作都成为现实时，请不要灰心。只要相信他们可以为你们的星球带来巨大的改变，因为他们蕴含着每个人都可以成长的光芒。亲爱的伊们，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时刻。你们已经在地球上保留了你们的空间相当长一段时间了，而你们就在这里。亲爱的伊们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，因为你们是魔术师，可以帮助改变正在发生的一切的结果。你们可以转移能量，让所有这些负面因素变成对你们有利的一面。这种情况发生的方式非常神奇，因为这一切都始于一个想法，它始于面对逆境、面对斗争的梦。敢于梦想，你们就会开始把这些点连接起来，这会改变一切。你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而且你们的道路是明确的，带着你们的光。高举它，并在你们前进的过程中与他人分享。要知道，你们有绝佳的机会来创造一些非常神奇的东西。作为时间守护者，我见证了你们数亿年的进化，不仅在地球上，而且在许多地方。现在你们开始看面纱后面的东西了，你们开始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。即使面临逆境和挑战，也要把握这些机会，将那些密集的能量变成神奇的东西，因为这就是你们进来的原因。但请一定要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。许多人都感受到了这种紧张，并将其转化为所谓的灵性疾病。你们可以用爱来缓解激烈的挑战。是的，只要有机会就敢于坠入爱河，并将这些点串联起来。我怀着最大的荣幸请你们互相尊重，尊重每一个机会，互相培养，并确保一起打好比赛。你们正在玩一场漂亮的比赛。 Esbavo， 亲爱的伊们，我是时间的守护者，我深深地爱着你们。Esbavo， 谢谢你们接受你们的力量。